Hello，大家好，我是卡约，欢迎收看今次实况。对，这个画面就知道又要来玩麦块了。对，那这一次麦块是要玩那个生存试炼，对。好像目前只有在连载这个哈，因为前面几个地图档案都毁了，所以说就嘿。好，那总之今天就是来继续玩我们的生存试炼二，对，那个地图叫生存试炼二，我想起来了。然后大家可以看到，我这边已经有新增了一个这个小兵跑酷、五种元素跑酷、百末影。对，这个就是明天吧，明天就是上传这部影片的那个。对，那在那之前呢，我们的生存试炼二，我们要来继续玩它了，所以我们就先进去吧。世界地图建构中。好嘞，大家有发现那个什么 BGM 就突然这样停了，等我一下哦。OK，没事。好了，那我们身上，咦，肚子饿了，有腐肉，好像很久没有来玩了。有烤猪肉啊。OK，好，白天了。OK，那总之就是，哦，好帅。哎呀，我们需要斧头吧？斧头，哎，有工作台吗？没有，有啊，在里面。为什么要弄成这样子啊？斧头的部分的话，金锭、铁锭，所以我们石头拿来做这些东西干嘛？哦，OK。我记得下面好像有石头的样子，要下去看一下。等一下哦，我把东西收一收。哎，没有石头哦。哦，那什么东西啊？我们还是先回去上面好了。慢慢挖洞回去这样子。我刚从哪边下来的啦？这里哦。OK。泥土有了。OK。那我们就赶快先去找一下其他东西了。等下，那上面那是海绵吗？我刚刚有瞄到，在那上面，在那上面，好像有个黄黄的东西在卡在上面这样子。我这些够上去吗？有碳。还有绿宝石，这有办法挖吗？啊，没有，没办法，那就算了。总之，我们就先想办法上去吧。在这里，怕木头不够，所以我们要先挖一点。呵呵，其实好像够64个应该够了啦。应该是够了，我不确定诶。哦，可是我巨哥，我觉得有点高诶。然后我放下我的东西，好了。啊，好高！到了，没有，没有，还没到，好像是在我后面这一根才是。一柱擎天在哪里呀？等下，是我刚，有歌声哦。这一首叫什么？我看一下啊、哦。Noe luto yulu yulu hikari no yakusoku。Noe lu 好像是圣诞老人吧？差点掉下去，刚才我。哦，惊到诶！
诺埃鲁斯圣诞老人的名字的样子。我找到你了，可是我怕掉，我怕摔下去。我在干嘛？那边怎么烧起来了？那是什么东西啊？为什么烧起来了？好帅哦！没有吸到是怎样？没有吸到是怎样？所以我们卡关了吗？我们没有吸到欸。那，这有 bug 啊？还是希望可以改哦。我没有权限使用哦，好好。等一下啦。我没有权限使用这个指令，所以他掉下去了。海绵，海绵。我在这里很遗憾的宣布，我们的海绵就这样子消失了。可怜的海绵，愿您安息。可是我觉得挖下去还是有希望啊。其实我觉得就下去一趟搞不好还可以吸到这样子。哇，还有多少？好高哦。我先确定一下里面的高度。好高哦！给，所以海绵如果没有吸到，那要怎么办？所以我们卡关了吗？所以我们要重玩了吗？给，重玩很麻烦呢。难道我真的要重玩了吗？我相信一定有办法救那颗海绵的，还是好高、哦。可是，为什么偏偏我们这下面没有东西啊？作者，作者，如果丢的不是海绵，它会有反应吗？我还蛮好奇的。啊，没有海绵觉得累啊。我真的好害怕哦，因为海绵就他就这样不见啦、啊，有没有搞错？有没有搞错？对啊，海绵，没有东西，失去海绵的我啊。失去海绵的我，不晓得这个能不能代替，好像没办法欸，好像只有海绵可以进去欸。嘿，对，只有海绵可以进去。啊，我要重玩了啊！fuck！Fuck！ 哦、oh, ，好，哦，海绵，真的没有海绵啊！天哪、啊，没有海绵哦， oh, 卡关，我们卡关啦、啊，卡关啦、啊！那各位，我们暂停一下，我去重新弄弄
我会重新弄一张地图，我们等下回来。啊，好，总之我是回来了，我想办法去把档案给弄回来了。对，但是就重新下载地图而已啦，也不算弄回来。然后目前我所在的一个地方就是刚刚那个被喷掉的那个海绵的位置哦，就我们再上去一次这样子。拜托不要再现在已经觉得全身有点不太舒服了。我没有3D 晕，可是现在很想吐，不知道为什么。对，就这样子。哦，我的那一个叫我操。OK，那我刚刚想到，因为在这个够高，就是刚刚在往下挖的时候，其实有点久，然后就不知道为什么突然有点想吐这样子。没关系，那我们就这次一定要拿到手，再没拿到我真的要哭出来了。所以那个到底是什么东西呀、啊？一颗火球在那里。喂，it's you。游戏曾经恨我吗？这游戏恨我，我不想活了。就一定要这么恨我吗？哦，天哪！我到底是造了什么孽？作者，这里下去有没有陆地可以让我捡它啦？没有，没有又要重新弄一次地图了因为我们再暂停一下各位可以看到海绵就在面前了哈，然后为了防止它掉下去我就这样不信你还可以掉下去，到底有多讨厌我啊？现在真的是，我等下可能连饭都吃不下了。你再给我跑掉，你就死定了。好了，我要怎么下去？惊掉了。好了，那总之我们这一集又取得一个海绵啦。然后要去哪？要往哪里找？我也不知道。就下一个要去往哪里找？我也不知道。直接跳楼好了。好痛，痛痛痛痛痛，好 OK。然后我们还缺一个海绵跟钻石。对，我们需要钻石，所以其他的上面的还有可能有吗？这个我不知道，对，有可能要请你们在下面留言给我说哪边会有，哪边会有这样子。我这个人还蛮懒的，我懒得主动去看别人的影片，因为觉得就是铁矿嘛。对，总之我就是觉得，有点懒，坐等答案出来。可是我现在好晕哦，然后确定就是会耗到那个，这是历史，那干脆把这边烧掉就好啦。对啊，把这边烧了不就好了吗？是这样吗？对，打火机，OK。我太懒了，对不起，我要放火烧这里了。
OK，这边让它烧个几天几夜，应该就没问题了。耶，我在破坏地图，然后这下面刚上次去过的就是没有。可是我觉得这个火好像不会熄的样子耶。因为我根本不知道哪边还有啊，不可能两个都在上面吧？我觉得有一个应该在下面才对，然后就放我烧到这里了。哇、哦，好快哦！哦，那随便挖个地方让它继续烧好了。除非我知道哪里有那个，等下我这样回不去啊！哦，整面烧上去了。啊，对哦，刚刚因为为了节省时间，我把这个调了，我刚刚想到和平了，所以就简单就好了。我恨这地图。哦，这是一个海绵恨我的节奏诶。嗯，这边有什么吗？说不定从底下烧更快欸。哦，这音乐怎么那么抒情啊？Rose 什么的，不会念。海绵会不会烧起来啊？如果会的话，那我要赶快回去救火欸。其实我也蛮蠢的嘛。吸水海绵应该才不会啊。可是我看这一面墙应该是不会有了。哦，自己烧起来了。哦，烧的其实也蛮快的嘛。除非有水，有水，对，要有水才有办法。快速熄灭这样子。哦，对不起，我可能只是一时心急了，然后就烧这边了。见、yeah。哦，苦力怕爆炸是怎样？喂，我需要水啊！这里有水。啊、哦，算了，根本没用。我需要泥土，泥土，泥土。OK，泥土就不会烧了。这是要被自己害死了吗？哦，我的天哪！有铁矿欸。可是我觉得好像做的有点太过头了，搞不好我等一下又要重新弄一次那个地图这样子，觉得好烦呢。欸，可是它下面都是那个欸，所以说我只要去把外面堵住就好了嘛。被烧死了。就还呢。
好，那我们今天实况可能就先到这边结束了，我要来灭火了。好，那我们这张地图不是给人玩的。好，那我们今天的实况就先到这边结束了。那如果喜欢我的影片的话，可以在 YouTube 下方点个订阅以及喜欢，就可以得知我每周获得不定时的最新动态。也可以到粉丝团来按个赞，就可以得知我每周都在干嘛这样子，每天都在干嘛这样子，发什么废文啊之类的。然后也可以到退学按个赞这样子。对 ，OK， 那我们今天的生存试炼就先这样结束了。我们大家下次再见了。我可能要去救火之类的。好，就先这样，大家拜拜。